我就把它弄上去，然后到时候再调料，这样你看是不是又很简单？对，超快速又方便，好吃。对，看起来感觉朋友宴客也不会太……那等一下做那个，这就芙蓉豆腐，然后下面有时候我会改那个叫做丝瓜，啊，也就是慢一点嘛，就可以挤大一点。挤大这里是水晶的吗？好像睡觉还是？他现在这样。这个东西，我忘记了那个金钱是油条。那我们家里的汤会用赤枣汤，就是这种赤枣，就比较没有热量的汤，就酱油汤。那当然也可以加点酒。这比例随意啊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外乎就是这几个比例的。真的很简单，我不会做的。还要先，这样就很快，等一下我就先蒸一条鱼，所以一条鱼我就先好，然后就一起蒸，然后但是我会6分钟的时候先出。吃就两道菜，好聪明哦！你看，多省时。蒸煮，然后先6分钟。下面的话，它可以先10分。啊，我们还是不要太复杂了。先煮，来不及。先10分钟，从这里就可以一窥。Vivi 医师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菜？6分钟教一下，刚的那个也不用浪费了，就一、热2分钟了。所以对于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来说，我就觉得很不习惯。来装气泡水，这个是热水，马上就可以泡茶。然后你忘记，你要放哪？你要放哪？
他晚出来，我就请帮我开。他不吃卤肉，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。好了，我可以录，可以在这边。你要你们都就不会录。耶！下午还是玩这个？你要哪个？我没有，先让他们吃。你在家里上都没。那我先吃。要什么？那个你要吃饭还是那个啦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妹妹要饭还是面？那个不是那个带味。对啊。咖喱饭，这样对吧？那你这边，这个鱼很好吃，帮你用。对啊。好，那你这样过来帮你用。我只要面，我不要香。一个。好，那我加一个鸡肉。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你要脆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妈妈帮你用，你去放。这个其实就妈妈，你喝喝看。再下姜，好好好，那个再加姜，不是加这边，然后就调味。好吧，可以看，对吗？算了，再来。而且就等下这个好了，等下这个，爸爸，蛋效果。咖喱在哪里？豆腐啦，可能那个口感要用嫩豆腐，不鸡蛋。没关系，丝饼只是因为它化妆，或者是我之前用过那个。叫做丝瓜，你就要选那个比较一样的长宽度。你们平常基本都是轻薄的。我的，首先是，好有气质。你最近都练什么肌肉？那边的椅子旁边那个刀。没有啊，肖邦我好喜欢啊。刀邦。你是说你是钢琴吗？你在钢琴吗？嗯，超喜欢。肖邦的钢琴，基本上我都是听肖邦，没有味道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很耐听。不是，那边有一杯酒哎，非常酒，好吃哦，超好吃的，非常好吃。大姐，它是用什么？它是用什么煎？它是用什么煎？大姐，钢琴的，我那个超好吃，不讲很好吃啊！大姐，你赶快解释一下，有人说有人点名了，你的玉子烧好吃。耶！玉子烧是大姐做的。那先我做，那我做，然后这颜色比较暗点，但是在酱，真的很喜欢喝。这边没有，我觉得就好闻，这样子就是香。台北真的缺蛋，你们家楼下有吗？有啊。你是说那个诊所的楼下吗？没有啊。动刀的手，又可以洗碗的手，所以呢，你们家的老公谁还有理由不洗碗呢？这个就是夫妻同心的话，多么珍贵。